本期您将看到二人转总动员海选比赛。台上你好骡子好啊马，能有几大奔啊，节奏感挺好的，而且也挺喜庆的哈，在舞台上特别美丽。看个儿也不高他也不错，我长二罗长他长得好啊，嗓音洪亮，节奏鲜明，真是你唱得很好。本期您将看到第五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少儿组总决赛五进四的比赛，同声夺人。秋高气爽，天也也要天，白衣裳要喜笑脸呐，年秋的伴呐，早起来穿呐，剪衣服剪了两啦，门摇摇对开门三，大春到初八呀，新媳妇儿住马家呀，丈夫去打工啊，七十九一年呐，接手。你好，来自于哪里？我来自白城。啊，这么远呢、啊、打扮这么漂亮，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春芳。哦，今天带来了什么小帽？江北送情郎。江北送情郎。嗯，来，有请乐队老师。好的，你就是不自信，挺好的，挺好的，这节奏感都挺好的。上气不接下气。送情郎头一句接的要准确哈、啊，你要把头一句的送一定要唱出来啊，自头自尾吗？啊，要唱出来，节奏感挺好的，而且也挺喜庆的哈、啊，在舞台上特别美丽。唱段正戏来。唱双锁山。选这个三节板其实是一个二人转难度挺大的，而且但是它是非常好听的一个旋律。三节板呢，应该说你，学二人转的时候，把基础的二人转的五拍还唱准确了之后，再学一些难度大一点的这种的旋律，三节板是挺难的哈、啊。老师啊，我再有个要求，我再唱几句行不行？行啊，唱什么？我开头唱吧，完乐队老师跟着吧。嗯、好好，谢谢啊。嗯
我问哪你呀来，你咋不问我呀？声有点问题，就是太靠前了，但是就喉头音太多了啊，就是你稍稍的再讲究一点这个二那个唱法。你比如说刚才你这个麦西城，马上做了一个吻呐、啊，听我把配送啊，对着将军来明啊。陪送你双锁高山那个丹凤岭啊，就你把声音往后靠一点就更好听了啊。但是呢现在你离参赛的距离还是很远，也许你在这舞台上还能找到你的搭档，你再重新再回到这个舞台上好不好？待定。好，谢谢。待定。从哪儿来啊？从迁安县松原市余城乡蜀子村。不是，你这怎么还迁安县文，然后松原市倒着说呢？太忙的了，有点激动。我可以唱着说吗？可以啊。太可以了。来，师傅来一段靠山。嗯，来。唱的方式，报一报自己的家和名啊！我家居迁安县余城乡那蜀子井，落英就是我的名啊！首先要感谢的是乡村频道。走上这个舞台呀，展一展咱们农民自己的风采，把心里的话呀全部唠出来呀，和两位老师真正的面对面。多年的梦想是今天实现来呀，老师们点评精辟经典贼到啊喂，让我们受益匪浅呐，下次还想来呀。主持人一登台那可是满堂彩，年轻漂亮是花样翻着来呀，小蜜蜂乐队更不一般。神祝愿，祝愿那所有人天天顺
那月月顺，那年年顺，一顺百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平八稳，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进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哎呀，编的真好啊！谢谢对我们这些所有人的祝福，唱出了你自己的心声，以及我们吉林。百姓们对我们乡村民道，对我们评委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这种祝愿的心声，真是唱得很好。再唱段戏我们听一下好吗？谢谢老师的点评。选手的嗓子真好，包括你前面那个靠山调现场编词的那个都特别的好，你有精心的准备了，这就是证明肯定那一篇子词儿你肯定也背了很长的时间。原来演过戏吗？以前就一直没演过戏，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哎，就是对安传喜好而已。哎呀，这么朴实，嗓音洪亮，节奏鲜明，真是你唱得很好，通过，通过。海选比赛中的落影还在为晋级而感到喜悦，而在第五届二人转大赛中，有五组小选手正在为晋级四强展开激烈争夺。稍后请看第五届大赛少儿组总决赛五进四。接下来请收看第五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少儿组总决赛五进四的比赛。今天将会有五组选手共同为四强名额而发起挑战。首先为您介绍来自吉林省九个地十州的大众评审，他们当中5006070809010后各占20%。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豪华的评委阵容，他们分别是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中国转迷心中的憨哥孙中红老师，来自黑龙江省的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张杰老师，德高望重的二人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子平老师，长春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严淑平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和我一样成龙老年妇女的偶像佟昌香老师，著名二人转作曲家金世瑞老师。本栏目还要感谢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的鼎力支持。在现场大家所能听到的美妙的伴奏音乐出自于小蜜蜂乐队之手，辛苦了。好了朋友们，本场比赛即将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来，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乐无边，耶，一起进入到同声夺人。同声夺人，此环节为选手小帽展示环节，评委点评不打分。Thank you.
好，那我们五组选手表演结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第一组选手是来自于吉林磐石万鑫孙傲奇，掌声送给他们。二号同样也是来自于吉林磐石房洋洋贺家伟。第三组选手是来自于德惠丁宝成侃珊珊，欢迎。第四组选手是来自于辽宁铁岭的石晓明。第五组选手同样也是来自于德惠王静慧马帅，欢迎他们。那现在韩老师，刚才五组选手的小帽唱得怎么样呢？您来给说一说。唱得非常好，可以说像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实际我你们上场之前，我在走廊转，看你们各个团队，很多人很多人在那儿忙着，为了二人转的事业，为了比赛，为了你们的未来。那你们今天比赛好了，那就是成长的起点。你比方说前两个，这是磐石学校的，他们在小帽当中加了戏曲的元素，就是小帽当中提到的有些戏曲人物，哎，在载歌载舞整齐划一动作的基础上，能够有人物的各个展现，啊，我是谁我就演一下谁，是谁就演，就进一下这个人物，这点是非常的不容易。其他这几组也是一样，我感觉从精气神之外，另外在舞台上人物交流、人物刻画这一块非常重要啊。另外这个小半年，这是一个孩子唱的小名，你像小半年这一上妆下妆，你声音能不能化妆？你要高够高的话，你上妆唱女的，然后第二就是唱男生的时候，你让他稍稍的憋粗一点。你没试过，有意识的尝试一下，哎呀妈，那你可热闹了。你假如说那服装要做成两半人，这边是男，那边是女的，这么唱一下，那么唱一下，那更热闹，是不是啊？哎，哎呀。这个最后一组这两个孩子相对大一点，但是在舞台演出都比较成熟，啊，祝福你们在下一关取得好成绩，谢谢。听得出来，韩老师对于我们这五组选手很喜欢，也很认可。来看看他们是怎样的，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此环节为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评委投票。票数最高的一组选手直接晋级四强，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排练止。老太君，我接过了圣旨，只好当个代笔人呐。你写上金镯银镯，要把福金簪银簪，要把根呐，金贵银贵，要把对金镯银镯，要把八金沉呐。还让着这老太太要开金银店，太君呐，皇宫可不缺这几个银呐，要彩礼就该挑那大的窑啊，挑大的窑，对，包大人你可
山呐、啊，我要他泰山那么大的一块云呀，大，黄河那么长的一顶金呐，大，天那么大的船一进呐，大。小的鞋买的眼皮丸子心呐、啊、花大姐的舌头蜜蜂的胆，还有那绿豆蝈蝈的小脚后跟，好肉菜里就该挑着嘎咕的腰，毛蛋儿你只管放宽心呐、啊、我再要它，我要它一两星星，再要二两玉，三两青芳，四两白云呐、啊，五两炭烟，六两漆，七两火苗，八两金银呐，雪花晒干要九两，冰溜子烧炭我要它，多少？十银呐，要的好，宁可要跑了，也别要少了。老太君，您就含劲地往下要吧。再写上啊，哎哎呀，凤凰绒毛的花妹面儿啊，天鹅绒毛白手巾啊，马的翅膀的红大袄啊，蝴蝶翅膀绿罗裙啊。写完哈哈笑，好一个聪明的佘太君啊，手捧礼单回金殿，万岁请看，皇上一看气发了昏呐，哎哎哎呀，这些个礼物没处找，分明是明许亲来暗抗拒，这是接战主近臣刘文进启万岁，小臣请愿去抢啊亲，爱卿领旨你快去抢，刘文进带着三千与林军不多时来到天伯府，团团围住要抢人，只听得咚咚咚咚战鼓响，闪出来杨门女将一大群呐、啊，只见呐、啊，富贵人应杆枪，枪敲日月，摇摆王爷火棍，棍扫风云呐、啊，九妹的七星剑，眼光耀眼，杨八姐修容刀，刀不饶人呐、啊，一把抓住刘文进，是谁让你来抢亲？皇上说你杨家犯了那欺君罪，呸，是他老儿欺负人呐、啊！姑奶奶先杀你狗官刘文进，再杀上金殿去唱那亲，命杨红去给吴道昏君报个信儿。是。不多时来了包拯。包大人呐、啊，老包说八戒道谢刘狗奥秘，皇上听说他吓掉了魂呐、啊，纵是江山千斤重，你让家担着八百斤。我是
家世比一比，昏君他也能比出哪套情爱，还哪套趁他当机让我退还李丹传圣旨意，从此不敢再提亲呐、花姐说谢谢大人多保重、老包说全靠你是杨家有能人呐、太君李丹咬的巧，八姐的大刀敬鬼神，这才是那风雪难压松柏手啊，行风也怕胆大的人呐、八九妹和你好，来年咱还要来要穿、场上这两位万鑫孙傲琪，那其实呢对于万鑫啊，我觉得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他聊了很多，他的家人非常支持他学习二人转，尤其发生在他大姨身上的那些故事让我们很多现场啊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是特别特别的感动。那今天我们想和孙傲琪来聊一聊，傲琪，你家人一直都很支持你学二人转吗？我爸爸一开始是不怎么支持的。开始不支持？因为他觉得学二人转这行呢又苦又累，也是看我太小了，他害怕我吃不了这么多苦、所以他不支持。但是自从打经过我努力学习登上二人转总动员这个舞台取得了好成绩，我的父亲非常的认可我，因为他觉得我学二人转这行他放心，他现在非常的支持我。现在非常支持你。这样有没有一些发生在你和你父亲之间的一些事情能够证明他现在很支持你？有。做出的一切我们也是做父亲做母亲的人都是应该的。咱再说说你这个戏，这么大的年龄他们俩能把这个杨八姐游春虽然说是开坯子戏能演到如此上下场都非常的规矩，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他们俩都那么那样的到位，这还是我还真的没想到。我感觉这个小男孩啊就有点变声期，他真的就是声音就是有点就是稍微是吧沙哑了一点，女孩特别的好，但是就是一到动作过于多我感觉还反倒把这个人物刻画给淡了冲淡了，就是老太君要沉实一点
然后虽然说咱们小，但是一招一式，老太君要圣旨的那就那一环节，一定要把老太君的这个人物刻画再明显一点，那就会更好。尤其在这个包公这一块也是这样，而是一看老太君要彩礼要的不着边际了，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月，你上哪儿整？一看老太君是用智慧去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很喜庆的啊配合他，老包我也只好当个代笔人，你看看样子这老太太的要开金，放松一下，不要这么紧绷着，那你演的也累，我们看着也累，就是互相就把这个人把它放松下来，有几下包公是吧就很好了，完成的很好，祝贺你们俩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好，感谢佟老师，谢谢。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怎么样。Yeah.
见我趴在地上把腿蹬。陈小伟怎么样？感觉刚才这个媳妇儿背的沉不沉呐？这媳妇儿沉呐，那汗现在还拉拉淌呢。那告诉我，就是平时练的时候，有没有像现在这么辛苦？平常练的时候吧，也不像现在比，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反正就是在舞台上有一股特别的兴奋劲儿，能养着。为什么会有这种特别的兴奋劲儿呢？你看这个老些观众老师瞅着我多高兴啊！哎呀，那你的信心等于是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对不对？对。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吧，哎呦我的妈呀，这其他方面在于他气我呀。他气你了？啊，他气我呀。他怎么气你了？你看我俩排练去，我不招呼他，他就搁寝室坐着，他就不动。啥时候我招呼他才动呢？哦，就是说他有点懒，是不是意思？啊，对呀。哦，那他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臭毛病？别光让他再说咱们。也有。什么？就是吧，我俩排练，虽说他这招呼我吧，但是我有什么东西我都给他吃啊，他不给我呀。他比较抠，是不是？哎呀，我觉得这样的话，那你俩就，你说一个抠一个懒，完了还往一起凑合。这个确实有点挺闹心的事儿啊。他也有优点呢。也有优点呢。那是什么？你说说看。他优点要排练的时候可听话了，让他干啥他干啥，排练的时候特别好。哦，排练的时候特别好，是不是？这也行。那他呢？他有没有什么优点？你看人家都说你了，你也说的。对，他给过我一次东西，给过我一个苹果。你看给过，这不还是给过吗？看我给过你，等会儿。行。我还没说完呢，咋了？那个苹果一翻过来吧，那苹果是烂的。你把烂苹果给人家，哎呀，你可真不够意思。就这事儿，我跟你说，我们谁都干不出来。张林老师，说说他们俩今天唱的怎么样？完成的非常好啊，非常引人入胜。希望你们俩取得好的成绩，祝贺你们。好好学习。拳打鼻子。几位评委老师，请分别用一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五组选手里面他们哪一组表现的是最棒的。支持国文音乐提醒您，下期更精彩。